准备好来 ，Action！今天要拍这个片子，其实我就希望是一个阳光灿烂的，然后在行驶中的影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带给台湾人共同的感受，就是每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都应该是阳光灿烂，大家很快乐的前进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旅程。那其实也是赖富的承先启后的一段旅程。导演跟我们就这两个。